来一颗绿箭草本清润含片糖，随时含一颗亲近不卡壳。我喜欢你。加入这个剧情，我是看这个还是这个？哦，这个。哦，开场看这个，好。好，15分钟。那后面我就可以看这个，就只有开场看这个。哦，好。 念念的官方直播间当中，今天呢，我首先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位清新的老朋友。说他好呢，直播间当中的各位肯定都认识啊。说他清新呢，身为我们绿箭品牌的挚友，当然会让大家觉得清新而且又非常亲近，对吧？他是一位有点内向，但是又很有意思的朋友。他还有一个昵称叫做。 紫薇代表曲目呢，又叫做《慢冷》。那这里我想说，来到绿箭的直播间，怎么能允许慢冷呢？今天有这么多的我们绿箭的产品，只会让我们更加快速的熟络起来。现在他就化身畅聊官，趁着春日好时光，来到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唱歌聊天。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紫薇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绿箭品牌挚友徐紫薇，很高兴呢，今天能够以这样的形式和大家见面，唱唱歌，聊聊天儿。对的，其实今天除了唱歌和聊天儿，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也为各位准备了各种清新的福利，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满满一桌子的啊，你们可以看到摆了满满一桌子的清新好礼，而且今天呢也有特别的优惠力度给到大家哦。今天大家关注直播间就可以去领取我们满159减30元的优惠券，店铺会员满69减10元的优惠券，以及可以领取69减5的店铺券，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会在讲解每一个产品的时候跟大家讲清楚的哈。 那当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三波抽奖的福利，我们的徐紫薇的亲笔签名照5张，而且还给大家准备了免费的产品，大家也可以去抢啊！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就赶紧的进入到我们的正题当中。紫薇，今天正式开始之前，咱们先来一个热身，好不好 ？OK。 其实呢，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些大家都很好奇的，跟唱歌有关系的问题，让我们刚开始的对话升温的。 快问快答的挑战，快问快答马上就要来了。就这么一强调啊，我还有点紧张。不过没关系，有点准备了，尽管问。好，尽管问，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快问快答的环节当中了。首先 ，Number 1的一题要来喽，你最喜欢的绿箭口味是哪一款？绿箭草本清润含片糖。 金银花蜂蜜柠檬口，对的，是这款啊。这款我知道，它其实是绿箭草本清润含片，是源自中国传统古方的灵感，采用罗汉果、还有菊花以及金银花草本精华，加上天然的薄荷草本原料制作而成的。还有蜂蜜和柠檬口味，不仅口感好，重要的是润嗓。哎，没错，就是因为呢，它清润不卡壳啊，所以说呢，这个唱歌的时候如果有点卡，那我就建议大家来两粒。
润一下，吃上去呢酸甜度适中，味道特别好。好，我都叫它呢绿箭润生堂。哦，绿箭润生堂，那是不是吃了这个润生堂唱歌就跟你一样润？也可以试一试。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number 二的一题啊。平时会跟朋友一起去我们 KTV 去唱歌吗？这个其实就是打从节目里出来之后，我的朋友们就经常会说，哎，那个突然间想唱歌了，但是呢那个如果光我们去啊，不叫上徐子蔚，那可能就没有人唱了。所以他们往往会邀请我，然后当时我就会说，哎呀，我平时工作就疯狂的在唱歌，然后呢还要被叫去 KTV 接着工作。就但是呢他们既然喜欢我，大多数情况还是会跟着一起去的。然后感觉频率还是应该还算不低，就是哦，那多久频率是怎么样的？多久去一次？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可能最频繁的时候两周可能就能有去一次的机会，平均下来。哦，两周。对，如果平时有工作的话呢，可能怎么着一个来月也去一次了。哦，一个来月也要去一次，其实是很频繁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啊。那有没有在 KTV 的时候特别难唱的歌？就像你这种专业选手也会卡壳的歌呢？就是有的是，我只先说有的是啊，有的是。然后就是除了我平常听的那些啊，可能有的歌比较难唱，那说几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你像比如说你点个天路，对吧，就很难。你点个忐忑，哇，更难了，拐不过弯来了，对吧？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啊刚刚说的绿箭润生堂。对的。那除了高难度的，你要不要给我们这种普通人推荐一首哎又简单又容易好唱的歌曲呢？我想一个可能应该大家都听过的一首歌啊，给大家建议可以唱一下《情非得已》，就一首不是很难而且非常温暖很适合表白的一首歌。哇，这首歌就是配上我们的绿箭润生堂，就是清净不卡壳啊。那刚才咱们说到这款绿箭草本清润含片糖金银花蜂蜜柠檬口味的，今天直播间当中折扣力度也很大哟，今天是2件9折，还可以领取我们159减30元的券，一盒到手是9.5元，可以说是非常合适的了啊。那这款草本清润堂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大包装的，是我们枇杷秋梨的口味啊，就是这是一袋100粒，就这个啊可以给我们一个特写啊。枇杷秋梨口味呢，它其实非常的清润而且甘甜，可以作为日常常备的小零食把它存起来，非常的健康而且又美味。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带几个，这个一大袋今天可以用到我们159减30元的券，到手的价格只需要32.9元就可以了，好不好？是的，超大独立装，清润甘甜啊，无糖随心享。是的，说到这儿了，紫薇，要不要我们直接今天来给我们的粉丝朋友送几盒我们的草本清润堂的？哦，直接可以送了。对的，直接可以送。那当然好了，那我们我看啊，可以送10个给直播间的各位。10个吗？可以送10个。今天这么大方，好的，来，紫薇既然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送10个，好不好？来，直播间当中所有的朋友，如果今天想得到我们的这个草本清润堂的宝贝，可以点击手机右上角的实物抽奖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在弹幕上刷你我更亲近更亲近，你我亲亲更亲近啊，总共这几个字，获奖的几率会更大，好不好？我们一起刷起来喽，亲亲更亲近。不知道紫薇你认识，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认识一个朋友的时候，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拉近距离的呢？举个例子啊，一般遇到新朋友，可能大家很多人一起出去玩，最好用的一个办法，我建议是你可以先帮大家买点零食，买点水，然后给大家一分，对吧？就是大家一看觉得，你这个人还挺 nice 的，对，这很多事情就比较不尴尬了，对吧？就我会比较主动的去做这么一些。主要是这种方式，就是这种其实我们平时也就是跟，其实在跟朋友的时候也就是大家一伙儿的买点零食饮料一起聚一聚，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好春游的时机，因为春天了嘛，春暖花开的季节要到了。那其实除了我们绿箭产品，饮料肯定是必备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春游的时候都可以带上，对不对？既然提到饮料了，我知道其实紫薇今天是有备而来的哦，今天听说她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春日特饮。没错啊，今天呢在直播间呢，我会现场教大家如何
制作这么一款春日特饮啊。那名字呢我先不说，我先卖个关子，然后大家跟我一起往下看就知道了啊。来，先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可以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特饮需要的准备的材料，好不好？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现在已经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当中都有哪些材料，哇，好丰富的材料。好的啊，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有薄荷叶啊，这是薄荷叶，然后呢还有这是葡萄罐头啊，这里面都是。葡萄肉啊，然后有气泡水，就是最普通的没有味道的有气泡的水就可以，然后呢是冰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激发特饮元气的葡萄口味绿箭，绿箭一定要有它哟，因为这是特饮当中我们的葡萄绿箭，葡萄口味的绿箭，好不好？那这个，对的，这个给个特写，好的，好的。啊，那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啊，亲手现场做一下这个特饮啊。对的，首先呢，好期待哟。首先，我们第一步啊，先用这个冰块啊。等一下，这个杯子。其实现在。天气还不是到特别热的时候，但是过不了几天啊，因为很多地方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夏天其实来得很快，春秋反而比较短，所以说很快我相信大家就可以用到用上冰块了，用上这款特饮了。对，今天学完之后就可以立马在家做起来了。好的啊，我们先把这个冰块啊，就不要吝啬啊，多放一些。然后呢，我们从这个罐头里，好，罐头里啊，我们放一点这个葡萄果肉啊。其实说到这个，我一提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就是不用剥皮儿，也不用吐核，对吧？就可以非常爽的，就是直接做成饮料了。对的，所以说家里如果想备的话，也可以再备一下，好不好？没错，没错。可以稍微抬起来，这样。多放一点啊，多放一点，看上去会比较可口，比较诱人。对，好，我看我这个童叟无欺啊，用量非常的足。好的，好的，来，谢谢，再来一点，谢谢，再来一点。哇，太实在了，我们把这葡萄都用完了，马上。对，然后呢，我们放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气泡水倒进去搅拌就可以了。先把它，好，还是要用到这个勺子。哇，听这个声音就非常的，就感觉夏天的感觉已经来了。听这个声音，对，放进气泡水之后，它这个就可以搅拌起来了。对，跟我们这样搅拌一下，看上去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蛮可口的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还差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注入灵魂，注入灵魂，对的，注入灵魂的一步，注入我们的元气葡萄啊，我们元气葡萄薄荷糖啊，这个包装很可爱啊。对的，我们拿几粒，不要吝啬，多注入点，反正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免费的这个口香糖可以吃。好，我觉得这样其实差不多了。我已经看到它这个，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到它这个已经开始冒气泡了。对不对？它放进去之后就开始冒气泡了。这个新的包装其实很好看，缤纷又时尚的，就给大家可以，对的，我这样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它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主要推荐的这款，葡萄口味的口香糖。好，这样稍微搅拌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糖片在冒泡泡啊。对的，它的这个，好的，来，我们给它注入，还有一部灵魂。对，我们最后再给它装饰一下，我们加上薄荷叶。对的。薄荷叶，哇，已经成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太有食欲了，我现在都想喝起来了。独家特饮，对的，感谢我们紫薇给大家带来的独家的，专属于紫薇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春季特饮。现在整个直播间当中已经弥漫着葡萄的清甜香气和薄荷的清新口味，哇，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要先尝一下，好不好？我帮大家来品尝一下，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猜一猜这个特饮的名字哦，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这个特饮的名字，我先尝一下。
迫不及待了。嗯，哇，太好喝了，我再多尝几口。哇，就是薄荷味儿，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葡萄的口香糖那个清新的感觉，太 nice 了，我的天，再来一口。哇，太好喝了，你们真的今天我赚到了，非常的凉爽。对的，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你们觉得它应该叫什么名字给它起一个名字，然后可以打在我们的弹幕上，好不好？来，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快速的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五秒钟之后我们让我们的紫薇一起来帮大家揭晓一下它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好不好？来，五秒钟我们就要给大家揭晓名字了。哇，来快点，我看到大家，你看有叫薄荷葡萄汽水，还有蜂蜜春日葡萄柚，还有这个葡萄紫味牌。好的，可以有点想象，可以有点想象力啊。好的，嗯，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给它起的名字。 好的啊，我们这个特饮的名字啊，就叫做淘气净爽薄荷饮。哦，哎，这个淘气两个字呢，这个淘是葡萄的桃，哎，然后呢，气是气血的气，哎，其实是玩了一个谐音梗。哇，就是其实这个给大家选用的，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好不好？嗯，对，哎，这个，哦，对，我们选用的是这个薄荷糖，是最新上市的葡萄口味，嗯，然后同样上新的呢，还有清新好味的萌萌桃桃啊，萌萌蜜桃啊，哎，草莓薄荷的口味。是的，来这个这里也有，这是蜜桃，对的，这个是蜜桃口味的，嗯嗯。好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里的其实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刚才给大家展示到的绿箭的薄荷糖，我们直播间展示的其实是一个三瓶装啊，给大家也可以切一下这个特写。然后这些呢都是给大家做好的三条装，原价呢是22.9米啊，22.9米。大家加入店铺的会员，领取69减10元的会员券，到手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三条了，非常的划算。那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会员券不可以跟我们159减30元的券进行叠加，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要，然后进行加购，这样系统结算的时候就会自动的给到您非常优惠的组合哈。嗯，来，那我们其实整场的这个薄荷糖在我们绿箭当中来说也是非常经典的口味了哈。来说到经典，其实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多说几句，就是我们经典的产品跟大家多介绍一下。除了刚才我们的薄荷糖，那说到薄荷糖呢，我就多嘴，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薄荷糖和我们口香糖其实是有区别的啊。刚才紫薇用的这个饮品的这个是薄荷糖，是可以含着吃的，或者说你咬着吃下去，一般都是这种小铁罐，就摇着哗啦啦啦啦响啊，这个是薄荷糖。然后口香糖呢，是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种，是可以就是嚼着吃的，就是是不可以吃进肚子里的，这是它们两种的区别哦，大家记好。这种薄荷糖是可以含着吃的或者咬着下去的，这种是不可以，是你要嚼着吃的，是不可以吃进肚子里的，好不好？嗯，来，那这款呢，给大家拿到的这款绿箭口香糖薄荷味的40粒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嚼着呢，你嚼一嚼，其实就会哇，整个口腔当中充满了清新的口味，像我们吃完饭呀，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带着。价格呢，今天也是特别的实惠，用完159减30元的券，只需要6.9元一瓶。这么多年了，就是我小的时候都是这个价格，现在还是这个价格啊。还有就是这款绿箭原味薄荷味的这个100片的口香糖，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它100片的口香糖，它是独立包装的，可以非常便于分享。那这款购买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额外的一个店铺券，是满69减5元的券，同样呢不可以折叠，大家可以加购的时候看系统结算用哪一个券是比较优惠的啊。嗯，这个很经典，这个对的，很经典。哎，你吃过？对，我以为只有我这个年纪才吃过。就是大家一般聚会的时候都会就是用到这种大包装的，嗯，然后到时候每个人分享一片，你一片，我一片，我一片，嗯，对的。然后有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对吧？开个话茬，对吧？你跟人搭个讪。搭个讪，对，哎，一般应该都是别人跟你搭讪的，哎，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来，紫薇，来一片，谢谢，谢谢对，啊，就是一般啊，拿它搭讪啊，嗯，就是一般坐得远的朋友啪啪都发一下，哦，对，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是遇到过，就是，哎，很好，就是刚认识的朋友，哎，发过来一条口香糖，嗯，然后我
第一反应还是怕，还我第一反应还以为是他提醒我，哎，你是不是嘴有味道？就是嘴巴有味道，给他一条。其实这也是一个搭讪小秘诀。哎，帅哥，你嘴有点味道，咱们吃个绿箭口香糖，好不好？可以。其实离远了，应该就不会有这种误会。哎、对说起搭讪的话，其实有一款啊，在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有一款更适合的约会优选啊，摩登的无糖薄荷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身包装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摩登画风包装，高级而且非常的有个性。那而且它还可以用来当摆。拍的小道具时唱，而且又非常的炫酷。那我们直播间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2件9折，还可以用159减30元的券，到手一瓶是9.1元。嗯，啊，那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是的，可以说是。可能是所谓性价比最高的网红单品了。哎，是的，今天糖果饮料咱们都有了，总觉得还差点啥。差啥？差瓜子儿。差瓜子儿。不都喊吗？瓜子儿、饮料、矿泉水儿。没发现紫薇这么会开玩笑啊？我觉得是差点景色了啊。春天其实总是和樱花联系在一起的，不管大家所在的城市有没有樱花，有没有开。那既然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我觉得紫薇不如给大家来一首《樱花》，好不好？好。没有问题。来，接下来直播间当中所有的朋友，我们的福利要来了，我们的紫薇有请的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声音盛宴，好不好？来，有请紫薇。来，用耳朵赏花。来，耳朵一起竖起来赏花了，好不好？嗯。好，那我直接就开始了，又献丑了。下5厘米的时间，是你的画面，相遇寄给的流年，模糊的侧脸，我们还有未完成的诗篇，苦痛不过是剧本情节。我真是现场感受了一把实力唱将的唱功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请紫薇来，首先回到我们的主舞台当中，耳朵享受过了，那么接下来也应该给大家再来抽一波福利了，好不好？刚才一波大的福利送给大家了，接下来继续来抽赠一波福利，双重的享受哦。这次我们要送出的是我们绿箭薄荷糖的限量包装，这个给大家来切一下特写看一下，这个包装上的 QQ 的黄脸啊，表情哇，很萌很可爱。接下来的福利就是它了哦，今天一共有10份的奖品，大家可以点击手机右上角的实物抽奖参与我们的抽奖，在弹幕上刷你我亲亲更亲近，获奖的几率会更大，好不好？大家可以一起来刷起来喽。
其实在今天来到这边之前，我们也是提前的给大家收集到了一些粉丝的来信啊，其中有一些呢是分享自己认识新朋友的一些故事，还有呢是带着自己的困扰和困惑而来的，也希望我们今天紫薇可以给大家进行解忧，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挑选出两封来让我们紫薇给大家亲自的读一读啊，我看一下挑选两封来，这封哇因你而认识的新朋友啊，那这个我们就请紫薇同学来给我们拆开这封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封信当中的故事，好不好 ？OK， 来拆开一下，对的。哎呦，是手写信啊，好长啊，哦、手写好长，哇、哦，天哪，好用心，好用心。好的啊，那我就来念一下啊，我们亲爱的企鹅，你好。虽然说起来很搞笑，但是称呼你为企鹅精是因为，然后后面是那个井号啊，那个徐子蔚企鹅精这个热搜话题，恰好是我知道你的契机。记得当时还跟身边的朋友吐槽说，这波爱豆怎么都走起搞笑风了。后来再看到你的名字是在初舞台，你唱慢冷的样子。让我觉得你是个非常温柔的人，和我啊，和当初的双引号啊企鹅精形象形成了一些鲜明的反差，让我直接垂直入坑。青三的结束其实有些潦草，当时我发微博说这次比赛好像真的留下了很多遗憾，希望可以和你在更大的舞台相遇。没想到呢，机会这么快就来了。海潮音乐节的消息让我很是振奋，这下呢是真的可以和你见面了。写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讲述的故事是和你见面的故事呢？不是哦，这是啊，这封信里我想要讲述的其实是和其他紫薇星们的见面故事。我和另外两位紫薇星姐妹是在微博认识的，大家都常在粉丝群里聊天啊，一来二去就熟了。那次音乐节是我们三个头一次见面，虽然早就互通过照片，也大概知道彼此的性格，但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音乐节前一天我们约在火锅店见面，三个人凑在一起给你写了信。原本预想的尴尬的这个时刻呢并没有到来，反而是一见面就打开了话匣子，聊个没完。音乐节那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结束了以后呢还一起跑去 KTV 唱你的歌。吐槽插播一个吐槽，就是你们真的很有精力很充沛，那天都要就是大雨我记得，对，因为我们都在不同的城市上学，原本以为我们三个会是追星限定版朋友，只有在你有活动的时候才会见面，但正是因为音乐节的这次相见让我们的距离更近了。后来在和别人介绍他们，我不再说他们是我追星的姐妹，而是会直接说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今年寒假的时候他们还一起来我在的城市玩，时隔半年多我们又一次见面了，还没说再见就已经开始计划下一个假期可以一起去哪里旅行。写这封信，一是讲述我们三个的奇妙缘分，同时也想对你说一声感谢，多亏了你我才有机会认识他们，和他们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们会一直一起支持你的，也希望你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不断向更大的舞台进发，我们下一个舞台见，加油。哇，还有个贴纸，最后见字如晤，见字如晤，哇，真的是感觉非常用心的一篇，就是一封信啊，就是一开始我确实以为这也只是一个对我就是讲你怎么认识我的这么一个故事，没想到后边是一个哎你认识了其他新朋友的故事，但是我也依然非常开心啊。我读完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我原来还是一个就是学生的时候，我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对，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能不能有一天也能像他一样，哎，去不经意的用一些就是猜都猜不到的一些方式可以改变
某些人的生活。然后刚才念完你们的信，我就觉得哇，这个没想到好像是已经做到这一点了。虽然可能目前还不是改变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但至少说哎已经能改变一些朋友的生活，就很开心你们能够认识，你们能有这个缘分，就是真的是觉得自己也算是除了自己理想之外的一些非常惊喜的收获吧。感谢你们的喜爱和鼓励啊，我也就是非常为你们的友谊而感到高兴。就刚才快问快答的时候我还说，就是新朋友见面一般都拿这个绿箭化解尴尬，对吧？是的。但是呢，如果大家都能像就是你们这样，哎，第一次见面也不尴尬，那真是哎再好不过的事了。当然了，如果你尴尬，你可以用这个绿箭化解一下，对吧？哎，不过你想，就是绿箭啊，这样看来应该也可以当做一个共同话题来讲，对吧？是的。你想那个，对吧？我喜欢吃这个，比如说我喜欢吃这个口味啊，这个萌萌蜜桃味儿。你喜欢吃哪个？他说，哎，我喜欢这个原始葡萄味儿。那你们不就一下就话匣子了吗？是的。对吧。那其实刚听了我们紫薇刚才给大家念的这封信，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直播间当中所有正在追求美好生活、追求梦想的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我们一起陪伴紫薇成长。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封信是什么啊？来看一下这封信，哇，这个是在后面，字是在后面啊。见面解忧，这个应该就是关于困扰和我们困惑的相关的词儿，相关的一封信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请紫薇继续来为我们读信，然后根据信里的内容来帮这位粉丝进行解忧。来，好的，给到我们的紫薇，谢谢。我，哎。这个看起来也很厚，这个看起来也很厚。对的，写了几页？啊，也是两页，也是两页，而且都是手写的，手写的，很用心。好，我来念一下啊。嗨，徐老师，啊，其实不用叫老师，听说了你会在这次直播里担任见面畅聊官，为大家解忧的消息，就开始计划给你写这封信。信的内容和我的困扰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已经被讲过很多遍的主题，梦想。一开始你打动我的不只是歌声，还有你没学过音乐专业，从23岁才开始追逐音乐梦想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受过挫，然后因为一些或客观或主观的原因选择放弃了他们。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听你的歌为你应援，是我把自己的那一部分梦想寄托在了你的身上。既然我已经放弃了的梦想，那么至少希望可以从更勇敢、更努力的你，在想的道路上继续坚定地走下去。你的梦想实现了，也就相当于我的梦想实现了。但人和人之间的影响真的很奇妙。因为看到你为梦想做出的努力，看着你这样一路走来到现在，我心中本来已经熄灭的梦想的火苗居然又重新开始闪烁，微弱的光亮了。虽然我梦想的火苗又亮了起来，但还是会开始害怕迈出第一步，开始害怕如果这次又是白费功夫该怎么办。所以很想问一问你，在走向梦想道路的时候是做了怎样的准备，怎样才能处理出发前的这些顾虑呢？是无视掉他们，只管闭眼一个劲儿往前冲，还是做好最坏的打算，确定自己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之后再开始呢？抱歉，一下子提了这么多问题，可以不用全部解释，可以不用全部解答，只是想听一听作为追梦前辈的你的一些经验和建议，也祝你在今后的梦想道路上继续发散着专属于你的耀眼光芒，然后见面解忧。哇哇，这封信说实话非常有深度啊。这确实是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主题啊。其实你也刚刚这封信里也提到啊，其实对我来说，我入行算是跟我们行业内的同行我的朋友们去比较的话，真的是非常晚了。就是有很多我同行的朋友啊都还没有23岁，所以我经常会跟他们说，哎，我会经常会跟他们说，我
总觉得自己入行入太慢了，入行入太晚了。就是我早就知道我很喜欢这个，很喜欢音乐啊，然后但是直到上大学的期间才开始真正的把这件事情提上自己的日程，去考虑我到底要不要去，就是为追逐自己的理想去坚定的走出这一步。因为每个人一般谈论到这种理想受到阻碍的时候，可能阻碍都是多方面的，可能会有基于现实的，可能我们会本来就担忧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东西到底万一做不成怎么办，对吧？其实先从这一点来说，我对自己的一个想法一直是就是没怎么变过，就是我来做音乐，我会确实像你说的，我会给自己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如果我最差最差能做成什么样。我想了想啊，我最差最差，我只要我相关的专业知识到位，我觉得而且艺不压身，就是不管怎么样最差最差我都不至于饿到自己，而且我把自己的兴趣当做自己的工作来做，说实话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会让很多人羡慕的一个事情，就是真正我觉得做自己兴趣，把自己的兴趣当做工作来做的话，不会让我经常会出现那种坐立不安如坐针毡这种心态的出现，可能也会有助于我工作的这么一个提升。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家里人的一些阻力啊，或者是周边朋友的一些阻力，这个也是我遇到过的一些，就是家里人的观点可能会稍稍有一点传统一些，保守一些，因为做家长的肯定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安安稳稳的平平安安的，对吧？就不希望他们会有什么遇到挫折的机会。但是但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就是，人都只活一辈子，自己的青春只属于自己，自己才是最有权利把握，然后自己才对自己负责。所以说当别人给你意见的时候，他真的只能是成为意见而已，真正做决定还是要自己来做。像我就会觉得青春本来就非常短暂，而且现在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那么我为什么不勇敢的去搏一搏呢？不能说等到我就说选择了放弃啊，然后等到N 年之后我再来回首，我说哎呀，我当时要是什么什么什么搞不好也能成，那这样一来其实它就变成了遗憾，它就变成一个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遗憾了。所以我是一直是觉得我不要留这个遗憾，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年轻，我是有一腔热血，但是我确实是想要拼一下。对，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我说的这些呢，它虽然是在讲，可能是在讲音乐专业，但是我觉得行行业业方方面面它其实都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拿来去类比的。然后我建议朋友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首先肯定是要做好权衡，就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如果最差最差的情况会怎么样，然后再想我要不要勇敢一搏。对，如果最坏的情况你确实可以接受，那么我觉得趁早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算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答案吧。 对的。来，其实刚才听到了紫薇说了这么多的这个自感触之后，其实应该大家都很有感触。然后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很多宝贝都说，哎呀，姐妹们要自由一下，趁着年轻拼一下。这个20多岁的徐紫薇老师活得太明白了。这说的有点说实话有点奇怪的啊，这个话。这个大家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我们的绿箭啊，绿箭这个时候是有一个舒缓的效果，大家不要沉浸在这么一个非常就是严肃和紧张的这么一个气氛里。这个时候呢，来一颗糖啊，我觉得我可以当场吃一颗。对，因为我刚才叨了半天啊。对呢，所以你看，说话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绿箭口香糖，或者说我们的润喉糖来润一润啊。而且呢，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橱窗，然后一起看一看有哪些喜欢的口味都可以入起来了，好不好？如果像我们刚才这个紫薇给大家聊了他的很多的感想，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平时大家在这个，我想到一个小的 tips 啊，比如说大家平时在跟朋友
友聊的时候啊，就可以哎边听别人聊，然后我们一起去分享我们的薄荷糖给到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这种大袋包装的，然后都可以给到朋友，每个人分享一个，然后大家围成一个圈圈，一起坐下来边吃我们的薄荷糖，然后边聊天，这样的话又可以护好我们的小嗓子啊，我们的嗓子，同时不累的同时又可以得到很多有感触的，像我们徐子薇老师说的那么多的有感触的话，我们的金句，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发现我们的徐子薇也是金句王了啊，希望他的这些话呢能够对于我们来信的这位朋友有所启发，同时也能够对于我们直播间当中所有的朋友有所启发。如果哪一天刚才这个写这封信的朋友您真的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一定要再次的写封信来告诉我们，我们都很期待和您一起分享这份我们的喜悦，好不好？既然刚才我们的话题呢聊到了梦想，那我想要问一问我们的徐子薇，在你追梦逐鹿的过程当中有碰到过哪些的目前为止印象还很深刻的挫折，然后你自己又是怎么克服他们的呢？嗯，这个说起来啊，其实我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入行比较晚，然后我是你想大学毕业就已经22岁了，然后呢我们就是做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做就是网络短视频类的 UP 主，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呢，觉得自己这样做还是把路走窄了，所以就去寻求更多的一些机会了。嗯，然后机缘巧合啊，就上了之前的节目，然后其实自己是有一直坚定不移的立志当歌手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是就是转瞬即逝的，所以说我希望自己去抓住每一个机会，即便会有一部分是很困难的。那么这个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呢？你们知道的，就是我这个你懂吗，就毫无基础，就导致我当时真的是每一次练新舞的时候真的是要花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去练，然后再加上就是记得真的很慢，然后又焦虑，还记得就更乱了，更容易出错了，然后睡觉还睡不好，就真的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也那就尽量多拿出点时间来多练习一下嘛，因为笨鸟先飞嘛，总是要比别人多付出一些。其实这种时候就也是有难道会觉得哎呀我何德何能来搞这么一出啊，对吧？但是一想到当初就自己是有一个炽热的理想，有一个炽热的一个追求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努努力咬咬牙其实是都值得的。对，所以当时这也是让我自己坚持下来一个动力吧。其实听我们子薇刚刚这样一讲，我发现其实在我们努力的过程当中虽然会有挫折，但是不怕。接下来给大家插播一波我们的绿箭，可以陪伴着大家，好不好？绿箭也可以是大家追梦逐鹿路上的一个非常好的陪伴。比如说你在像子薇经常要在舞蹈室去进行练习啊，那这个时候你很困很疲倦的时候，我们绿箭的强健胃的薄荷糖就可以帮您进行到提神，或者说面对非常重要时刻的时候，比如说去面试呀，我们直播间不知道有没有经常要就是现在还在找工作面试的刚刚毕业的毕业生，如果有的话您面试的时候，或者如果像我一样是一个主持人主持会议等等，绿箭呢其实都可以去帮助您做到缓解紧张，而且帮您朝您的梦想更进一步的，对，好不好？其实很多人就在紧张的时候就有稍微嚼点什么东西啊，是的，对，我见过他们当时上台紧张还有在手上画写人字的啊。但是啊，在我们这里我给大家推荐的可以嚼点薄荷糖，而且可以给你身边，你比如说你准备要演讲或者准备做一个什么报告，对吧？你在这之前呢可以先给大家发一发，缓解一下气氛，是的，就是你稍微换一下脑子，可能呢就是大家就稍微都放松一些，然后你自己的发挥也会好一些。嗯，我觉得不管什么事啊，就是不一定非得是就是你要在大家面前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对，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情况吧，把未完成变成已完成，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做，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因为我们年轻的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贵，就是大胆去做，去拥抱梦想，大胆向前才是最重要的。
对的，所以说说到我们的绿箭了啊，刚刚大家也都听到了，紫薇也跟大家说，缓解紧张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粒绿箭的薄荷糖。如果您就是在追梦逐鹿的过程当中有疲倦的时候，也可以来一粒我们的薄荷糖，绿箭的口味的薄荷糖啊，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咀嚼的动作，把我们所有的紧张给打破，好不好？所以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我们经常有像紫薇这种经常要在这个舞蹈室进行练习的啊，你可以拿它提神醒脑，或者说我们上班族下午累的时候，马上就要夏天了，夏天大家都是午休之后，不妨您来嚼一粒我们的薄荷糖，就可以清新提脑。如果您是现在刚刚在找工作的，需要进行面试的，老是要上舞台特别紧张的，没关系，我们绿箭您嚼一口它，咱们缓解一下紧张，好不好？那接下来我在这里不仅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刚才的薄荷糖，绿箭的薄荷糖，接下来我要忍不住给大家继续推荐产品了，绿箭水果花香味的几款产品，更能够帮大家进行放松，清新的面对各种的境遇。比如说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的绿箭口香糖茶立风的四瓶装，这个工作呢可以帮助大家补充能量，外出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可以帮大家元气满满度过一整天，好不好？茶香对味儿，健康又好吃，而且这个还可以用到我们的优惠券哦，可以用我们159减30元的优惠券，四瓶到手只需要32.9元就可以喽。来，另外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进行推荐啊，还有我们绿箭的樱花白桃味的，哇，这个给大家来切一个特写看一下哦啊，这个整个看上去外表就粉粉嫩嫩的，我不知道直播间当中姐妹多不多，如果直播间当中姐妹多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入一入啊，我们的樱花白桃口味的无糖薄荷糖，因为这个就是女生啊粉粉嫩嫩的小，这个看到它粉粉嫩嫩的那种感觉就已经来了，您的专属约会花香的薄荷糖。如果有想要约会的，我觉得男生也可以，特别是像紫薇这种奶奶的感觉，然后拿一颗这样的糖，我觉得约会的时候用起来，我其实一直没有觉得自己很奶，没有吗？我看着，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咱们其实是同龄人，但是上你看镜头面前，我就觉得我像就是好像比你大了一轮这个样子。没有，不要这样说，让我突然就尴尬起来。所以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啊，我们的姐妹，还有就是像我们紫薇，你不介意说你是奶奶的这种感觉吧？不介意，不介意，确实是奶奶的，因为确实我们同龄人，但是看起来好像只有你真的看起来就是21到23岁左右，没有完全不会把你想的再年龄大一些，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也差不了太多是吧？好的，所以说我们专属约会的花香的薄荷糖，我们约会的时候就可以来一颗啊，或者说平时我们马上就要春游了，拍照的时候非常好看，您看粉粉嫩嫩的，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拍照，拿到我们比如说平时要聚餐的时候当做伴手礼，然后带过去，大家一起进行拍照，每个人切开之后，然后分享一粒，给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好不好？春游游起来，野营野起来，好不好？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姐妹拿着它出去，给所有的朋友一起进行分享，然后约会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它呀，因为这个就是粉粉嫩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花香味的薄荷糖，随时一颗就香气瞬间就可以释放，随时来一粒，时刻可以保持我们清醒的状态。无糖而且是轻负担的，所以直播间当中正在减脂期的姐妹把它入起来了，因为平时我们像吃其他的口香糖都会觉得会长幼幼，对不对？但是它是无糖的轻负担，减肥也可以吃哦，减脂期的姐妹把它入起来，好不好？另外接下来再给大家来介绍一款 VC 的，哇，宝贝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口香糖当中也有 VC白桃薄荷味的口香糖，这个我是真的第一次，就是有看到加 VC 这种进去的这个口味的薄荷，这个口香糖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啊。然后这个呢，给大家采用的也是无糖的配方，所以说如果有在减脂期的，平时就是我不想吃太多的糖分摄入的宝贝，就可以来选择它，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VC 啊，给大家看一下。
嗯，这个是里边我们的口香糖当中给大家加入了 VC， 而且采用了无糖的配方，让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嚼出清新的 VC。 我们减脂期的还有每天那些不爱吃水果的吃的特别少的姐妹可以把它入起来。其实晚上你睡觉之前想着，哎，我想回顾我这一天好像没有吃水果，没关系，咱们来嚼一片我们的绿箭 VC 白桃薄荷口味的口香糖就可以了，而且还没有是无糖的哦，没有，不会让您长肉肉，好不好？另外接下来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是我们的这个绿箭冰果脆薄荷糖。来，绿箭冰果脆的薄荷糖是，而且这款呢是非常清新而且甜蜜的，外脆内软。来，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宝贝说描述完我都自己想来一粒了啊，就是外脆内软的，大家都可以买起来了。嗯，嚼出我们的清香，嚼一嚼整个呼吸当中都是荔枝薄荷香甜味儿的。所以直播间当中如果有姐妹您是比较喜欢就是吃荔枝的，或者说哎吃这种清新口味的薄荷糖，它是您的首选，大家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橱窗一起去找一找它，然后把它入起来，好不好？这嗯，这一款其实我之前基本上是应该是没有吃过的，没有尝过、哦、我也没有尝过这款，因为刚才就是它是外脆内软的，我们可以尝一尝，可以尝一尝，给大家尝一尝。哎，这个是不是这个是？这个是没有哦，没有了。来，我们一起尝一尝，尝这个，就尝一尝是怎么一个外酥内软的口味，谢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尝一尝，给大家切一颗特写，你看也是粉粉嫩嫩的，然后粉嘟嘟的感觉，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约会之前我们来一粒，来约会之前来一粒进嘴里。哦，真的是，就是有听到那个咔嘣一声响，然后里边外边是酥的，然后里边是碎的，就感觉你在吃那种非常酥脆的饼干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很心动的一款。下播，哎，导演，我下播之后可以把它带回去吗？真的，外酥然后内软，所有的姐妹都可以试起来了。你就是跟你平时吃的所有的口香糖都不一样，真的要相信我。我的天，太好吃了，外酥内软，大家一起咔嘣一下把它咬进去，好不好？嗯，这个真的还蛮好吃的。嗯，它的荔枝味道非常的浓。对的，嗯、整个口腔里现在都是那种口，就是荔枝那种果香味儿。所以喜欢荔枝口味的，然后大家都可以把它入起来。而且今天它的价格也会更让大家心动，因为直播间当中这款绿箭樱花白桃无糖的薄荷糖，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款也是。嗯，还有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樱花白桃无糖薄荷糖，还有 VC 的这款，还有绿箭冰果脆的这款，今天都是2件9折。所以今天如果想要喜欢他们的可以把他们带回家，今天有这么大的折扣力度，2件9折，同时还可以用我们159减30的优惠券，大家抓紧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好不 好？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姐妹都可以把它入起来。我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我真的觉得真的巨好吃，今天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绿箭无糖花香薄荷糖，然后樱花白桃口味的，这个真的巨 nice， 所有的粉嘟嘟的姐妹都可以把它入起来。另外呢还有这款专门给大家加了 VC 的，如果您平时吃水果比较少，或者说哎我就是怕长肉肉的宝贝啊，怕长肉肉的宝贝都可以把它入起来了，因为这款里边给大家加了我们的这个VC， 而且同时呢又没有给大家含糖分，无糖的，好不好？嗯，好的。另外还有刚才我们这款我跟子墨我们哦我子卫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的这一款我们的这个绿箭脆皮薄荷糖，这个我真的巨推荐给我们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喜欢那种外酥内软的姐妹可以入起来了，这款真的是吃到嘴里可以嘎嘣脆一下的，好不好？嗯，另外呢还有这款，来，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还有这款是今天我们紫薇我们也是特别隆重推荐给大家的，然后紫薇可以尝一尝，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口感， okay， 好不好？我们来试、okay。 然后试吃一下，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的口感。哎，这个怎么弄不太开，来，我来，可以，我来，好的，来 OK， 哦，好的，来，我先来尝一口。嗯，这个也是很清香的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就是那个蜂蜜味儿立马就已经萦绕在整个口腔当中了，而且还有那个蜂蜜的同时又加上了柠檬味儿。哇，这个真的是，这个薄荷味儿也很，对的，也很浓的，对，就是
和这个脆皮的比，这一个我感觉明显它的薄荷味要更强一点。对，然后一下介绍了这么多，我真的是之前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原来有这么多的口味啊。对的，我都心动了，回来一会儿我也拿点走。所以这款呢，我刚才跟那个就是紫薇，我们现在嘴巴里含的这款，然后就是我们的金银花蜂蜜柠檬味的这个清润的薄荷糖。然后希望大家，如果你经常像我一样做主持人，或者说像紫薇一样经常要唱歌，大家都可以把它们入起来，因为这个平时它就是很费嗓子的工作，你就可以把它入起来了，好不好？因为对于嗓子的保护来说非常的 nice。 我们现在整个口腔里都是围绕着那种薄荷的清香，然后再加上蜂蜜的那种清香，然后再加上柠檬的果香味儿，真的巨 nice， 三重口感。所以直播间当中所有想要享受三重口感的姐妹可以把它入起来了，好不好？嗯，好的。那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今天聊了这么久了啊。嗯，我们这个紫薇是不是也给大家准备了有福利呢？嗯，福利时间要来了。是就是，对，我其实是给大家带了一点小礼物，哎，既然跟大家对吧，在直播间见面了，肯定是，对吧？不拿点礼物不合适。但是说实话啊，有一点点着急。我准备的呢，其实是一个签名照，但是有点仓促，只准备了五张，算是，对吧？虽然就是，礼物啊，没有特别特别的贵重，但是呢，情谊非常的贵重。对的，对，贵在情谊啊。哎，这个我们的亲笔签名照，其实本来想着准备多的话，我今天还可以偷溜溜的顺走一张，但只有五张，所以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姐妹、所有的朋友们，我有点重磅这个礼物，只有五份，我就放弃了，留给大家，好不好？今天我就放弃了，然后大家这五份全部给到大家，大家现在可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右上角的实物抽奖，参与抽奖，输入几个字“徐子卫”。绿箭品牌挚友这几个字就可以哦，来，徐子卫绿箭品牌挚友，输入这几个字就可以咯。另外大家不要忘记购买今天直播间当中所有的绿箭产品哦。另外除了我们今天刚刚介绍了大概有十个产品啊，橱窗里边呢还有很多很好很好的好物，希望大家都可以点击下方的橱窗，然后去找到您今天在我们绿箭的直播间当中所寻到的好物，好不好？大家关注直播间呢，今天就可以领取我们159减30元的优惠券，店铺会员呢是满69减10元的优惠券，以及可以领取69减5元的店铺券，大家抓紧时间去购买吧。那同时呢，要提醒各位的是，刚才有中奖的用户，记得来填写我们自己的地址信息，如果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哦。那到这里我们今天其实直播已经接近尾声了哈，今天我跟那个我们的紫薇还有直播间当中各位姐妹，我们一起聊天唱歌，度过了非常开心的时光，希望在这个春天我们都能和新的朋友、老朋友一起多多见面，一起去分享绿箭，分享清新快乐。那最后的最后，就有请我们徐子卫再用一首模仿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好不好？好，那必须 OK，必须 OK， 对不对？来，有请我们的徐子卫，模仿要来喽，宝贝们，所以说大家可以用耳朵的盛宴又开始喽，耳朵盛宴。好，那我也是很久没有给大家唱这一首歌了啊，今天呢第一次用这么一个钢琴的方式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羡慕他让你雀跃像小鸟，一句话就能换一朵微笑，你在恋人前才展露的样貌，让我懂自己单纯是配角。痛恨他让你变萧瑟离道，分不清风帆不来或迟到，为你再担心也脱不了你逃，太痴狂的人最抗拒警告。
模仿月光裹在你肩上，唤醒你噩梦座椅暖心调养，却模仿晨露的默默的守望，不被期待的安慰跟废话一样，像模仿曙光只一个方向，让你看前方那里明媚晴朗，却模仿成影子跟在了身后，只能见你的眼泪却不能领航。谢谢谢谢紫薇，来可以再次的回到我们的主舞台当中，我们一起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再见之前呢，也希望我们紫薇刚才跟我们一起跟绿箭一起分享，然后分享这种清新快乐，所以也再次的跟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宝贝说一下，您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然后不要忘了我们的绿箭可以陪伴一起，大家可以跟朋友多多的分享我们绿箭，一起分享这种清新快乐，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跟紫薇就跟大家来 say 拜拜了，好不好？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宝贝，拜拜，拜拜，拜拜！不要忘了，在您追梦逐鹿的过程当中，可以有绿箭一起陪伴，一起跟朋友一起去分享绿箭，分享这种清新和快乐，拜拜，拜拜。